各位同心，我们麻烦请就坐，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由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就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闭幕词啊，就是讲咱这几天所读的华丽要做一个总复习啦，总复习啦，就是要甲大家强调一个，因为有咱才有可能解决台湾的问题啦。我哪会安尼甲大家讲？实际上，若无秘书长去告美国，美国甲咱讲要甲你砍一百年啦。美国安尼甲咱讲啊，伊哪有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的台湾就是他的利益，那我请你把这个利益交出去，咱安尼想就知。所以，咱都啊有秘书长，一去过来了，美国下无法度。高等法院的判决，因为因是三权分立，法院的判决，你这个等于是行政单位，必须要去配合。所以，咱大家想看卖的，因为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咱大家要相信啊，要啊，不爱。安尼大家我拢是高等教育的同心啦、啊。那安尼讲，我那去碰到一挂讲社会上有名望的啦，就是他有名望的人。而是社会上一些领袖的人，我拄到先甲伊讲，讲希望恁先了解我，足简单，上 Google、Yahoo、张文彦，咱的课表内底拢有，大家提出来看卖，是毋是张文彦？对嘛哈，加两字就好。张文彦教授，恁大家有揸笔电来的人，有揸手机来的人，现在拢去上网去查。我哪会安尼讲？因为咱去甲讲，伊讲你这个乌白讲。因为他不了解我嘛，你到底是在卖药啊？有的说，有的嘴乌白讲啊，拢乱唬人啊，在卖药啊，讲好我这吃了那仙丹的，我甲讲我是这个身份啊，你上网去查啦，啊，无你。上111人力银行，111人力银行华人名人小传，111人力银行华人名人小传记小传，去查张文彦，
那边给教授了，因为伊迄有限定了嘛。所以要甲大家讲，我碰到高等知识分子，我先问他，我的背景是什么？先给你知道，我唔是咧卖药啊，我拢有身份好查。了后，我问伊一句：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不相信？安尼尔啦，好、哦，安、啊、那不相信，你该讲较济啦，无路用。伊以为法院的判决，唔是咱只爱法院判决呢，咱只爱法院判决。徐水德，徐水德讲甲足清楚，徐水德大家知无？国民党的给人讲话是大佬级的嘛吼，讲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啦。啊，你唔知有听过无？啊，这都是健康的嘛。啊，所以那个是不算的啦。我跟他讲，美国的法院、高等法院判决，你相信不相信？有诶，我的学生吼，实在我足好诶学生啦。因为你都知影我是做教授过去的迄暗叫讲座教授啦。我做教授退休。我一个学校请我去做讲座教授，啊，甲七十几岁才退休了，整个都退休。好、哦，啊，这就是讲要予大家了解，就是我的学生话足济咧。哎、欸，我去屏东县政府去审查一个案子。大家在讲头那个会计啊，到底我是在创啥？那去屏东县政府去审查案件，我是专家又是学者，我具备两个身份呐。专家就是专门职业有证照的专家，学者。我头拄啊讲过啊，教授甲讲座教授，啊去审查，因为我是也被列在工业工程委员会来的审啊查委员呐、啊，啊我去遐时拄啊等下伫高雄捷啊迄、那个高铁站呐、啊，啊我伫遐咧等车。一个少年呢，行来，甲我讲，啊，张老师，张系主任，我吼、哦，我甲讲，因为伊个上头讲，啊，你可能唔捌，我唔捌伊啦，伊捌我，啊，因为实在学生话足济个啦，吼、哦，啊，那毕业了。有的有在联系，有在办活动。我有一个原则：学生囡仔哪里办活动，甲邀请，我一定去参加啦。啊，因为伊那无开，啊无咧召开，啊无甲邀请，我当然故来都别记哩啊嘛。啊，伊家己来，家来听，我讲啊无恁都名片一定献我，我唔在在。名片一个看一个，讲伊即马要加做工徒啦。啊，做工徒是啥？啊，就一个看的，迄、那个中华大学啊助理教授，我讲啊，你恭喜哦，啊你去你。
过了后过去倒一间校读册，咱关心伊嘛。伊讲伫中山大学摕到啊，迄、那个叫做财管的博士，啊，接去伫中华大学。啊，我甲讲，你会使先副教授未？伊讲，啊，有去国外，搁去深造。伊讲有，伊去加拿大蒙吉亚这间大学。蒙吉亚这间大学是加拿大排名差不多第一或是第二的阶段，刚好加拿大的大学里面，我一个以前的同事啦，伊那是去遐摕博士回来，我甲讲你去甲伊联络，你爱赶紧去拼什么？我甲讲你副教授先摕啦，副教授摕到，当然我才来甲请伊来。从即马大家同心共款，才叫伊来读初级班、高级班，才叫伊来。因为安怎，我来安尼讲，我甲讲副教授摕到了后，你本身就伫在学术界可以独当一面啦。是安怎讲？伫校内底要做主管，副教授以上拢会使你啊啦。当然要做院长的话啦，副教授会使用代理的啦，吼、哦，迄要过吼、哦、一个阶段啦。啊，当然副教授伫系所加迄个有做大部分诶学校的主管拢会使哩，所以这是我安尼甲讲，叫伊紧拼啦。我因为要甲讲这个理念的时啊，我咧惊讲伊的家庭的背景我唔知啊，我甲问讲，啊，恁老爸咧创啥物？啊，这那是好消息。伊讲因老爸啊，从头退休啊啦，科比甲找去做处长啦。安尼就是，甲咱的想法完全一样。好、哦、啊，当然这个是。以后的事，我跟他讲，你赶快送写 paper 去国外去期刊。啊，我跟你讲，啊，加拿大蒙吉啊，这个我的，因为我甲介绍，这个我咧都是在指导博士班论文的啦。我讲你去找伊，好、哦，你甲讲，我甲你。云倩，你是我的学生，啊！你去找伊，因为我这安怎讲？因为要这个李教授啊，伊是以前找头路的时啊，我有甲斗三工着。下批我当时阵下批行话，我看到讲哦，这个条件那么好，又有学术经验，又有实务经验。啊、我培养出来的学生，我要实务出来就要上战场的，所以我要用这个老师。啊，那个时候刚好我有钱，科系主任有钱聘用系里面啊科里面的教师，所以我要这个人。啊，他真的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国立学校，我也在国立学校待过啊，就是他进来了，我们都有在联系的，所以我就介绍说叫他去找他啊。当然以后我就不管了啦，就是看姻缘啦。哦，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个地方受信的，我可以跟大家讲100%的正确，也是大家的福气啦。
因为那无缘分吼，无可能来啦。我哪会安尼讲？我一个学生啊，足优秀啊！啊，伫台大伫阿咧吼，我甲讲，伊我若去，伊讲啊，张老师，我请你食饭。我若敲电话号，伊就讲叫啊，伊要请我食饭。我有当时也就讲好了，互你请无要紧啦。主要是要去宣传咱的论述啊。去甲讲讲，安那甲讲呢？讲老师啊，政治是咧看拳头摸的呢。哎，伊安尼讲也是对啊，这是流亡政府甲咱教的啊。政治是咧看拳头摸大细粒啦。伊个想法啦。因为我的学生也不做啥，你知？以前台湾省的做议员、省议员啊，啊，伊拢咧审查迄个财经的啦吼。因阿姐甲讲，唔好阁算落呀啦，你也无要贪污，吼，啊你。要算迄阵啊，拢爱开迄阵造字吼，讲爱开两三千万啦，讲你敢会迄个价值？到尾迄个伊也无落去阁算落啊，吼，看做甲迄个像台湾省吼，李登辉迄个时阵当啊省长的时候，伊是迄个做等于省议员啦，啊类似拢有安尼啦吼，啊因安尼。我甲讲好啦好啦，无老缘，咱才阁讲。啊都无缘啊！哦，这就是讲，所以大家拢有这个缘分来参加，因为拢是大家福气。哦，叫今天大家拢坐伫遮。哦，啊，这和大家知啊，感谢大家来吼。啊，我有准备一些 PowerPoint 吼，啊，才来。做一个总学习，哦，总学习，和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呢。好，哦，啊，咱叫 PowerPoint 啊来进行哈。咱，哦，开始的时啊，拢在讲咱的什么卡子？咱开始的时候，唱啊临时国歌以后，讲什么？咱的。大家想看卖，拢在讲什么？啊？是讲华语冇唔对，但开信第一堂的时候，大家也起立唱啊，临时国歌以后，刷了那先读什么？哪里下面？啊，立场跟主张吼，啊，咱。对咱的立场甲主张，大家有清楚啊无？有嘛吼？啊，刷落啊，闭幕式我要甲大家讲，就是咱的宗旨啦，咱宗旨啦，未来要安怎？主张是主张嘛？啊，未来要安怎？未来就是安尼啦。这就是咱的。宗旨，咱未来的理想，咱大家若无这个心肝，请你也卖来啊啦！你想看卖？可比讲安怎？七点半就要开会呢，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未？伊做公务人员。做一个台北市长，我看早起吼，九点来，拢应该讲真早。我安尼讲，大家唔知会了解未？较早是愈大的官愈慢来啊。愈大的官做代志愈啥？
愈少啦。一天确实做代志，看做一两点钟无。啊，科批讲七点半要去开会，啊，有当时啊，忽甲十一点才入门啊。啊，伊七点半要开会，暗到头七点就爱出去啊，啊，甲十一点才入门。你看，这伊的思想甲伊的毅力，主要是要啥？要为啥？啊，吼、哦，拢要为百姓嘛，吼、哦。所以科批要比咱较慢的，因为都爱有机会，有这个天命，可以去实现。实在咱比因较早，咱的这个啊宗旨拢比较早。哦，啊，这大家去思想去看，哦，实际上咱以后执政就是这个原则。安尼唔才有法度替人民做代志。好、哦，咱过来看落。这就是科批啥？伊今年啊，都要算到啦。下个要做啥？人讲春联啦。伊写啥？哦，改变情景。啊，这就是实际上，哪有可能？有当时啊，要甲迄个算的是安怎讲？你知影？迄个咱个迄个连战甲郝柏村安怎讲？柯批是皇民呐、啊，下面叫做皇民，你知无？哎，啊，那也无个讲下一句。对了，跟他拍手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啦，安怎讲？因为下一句我是讲，因为唔敢讲，搁讲落。啊，我是讲要甲补充，啊，拄啊，咱同心讲出来。因为要安怎，伊要安怎讲？你知道？我们是选的是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你是皇民。没有资格来跟我们选的，就是这样嘛。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叫出皇民出来干什么？阿扁啊，选到总统的时，连战安那讲，讲叫做窃国，对不对？嘿，就是这句又阿无讲的啦。下面那句话。因为这个是流亡政府在选流亡政府的总统啊，你就是皇民，你不能来选啊！啊，你不是来窃国？啊，那大家有清楚不？所以回去啊，我爱去讲讲个清楚，无大家咱家。拢去予流氓政府吼灌输、灌输、灌输，吼足济代志啦，足济代志，咱当然无来遮上课吼，拢唔知啦。哦，他这边听着吼，安尼大家加油好无？好好，谢谢。好来，实在足甘心，以下的。春联呢？啊，你看有影有感情无？伊的理念甲咱同款，伊的宗旨甲咱同款。哦，一个城市甲一个家庭同款，所有的拢是家庭内底人。啊，你看，伊莫怪伊所做的。咱所看到的，甲流氓政府啊，绝对无同款啊！
我举简单的例，伊是毋是第一届出国去韩国，照伊的官位会使坐啥物？伊要坐头等舱，有迄袂人无法度干涉伊，你知？流亡政府这些大官，大家出去拢啊坐头等舱或是商务舱，这些官员，伊讲伊要坐什么？经济舱啦，要升钱啦，伊安怎无爱开啊浪费钱？啊，这是什么心态？咱这个家庭只有这些钱而已，啊，那一个直直的给开去，你看苗栗县就好，那个放烟火说有放一礼拜的呢，啊，你看苗栗县，大家足清楚嘛，所以讲选到人甲选唔到人吼，有诶讲安怎呢？讲虾米人做总统拢好啦，诶，拢同款啦，这都是啥？你甲咱麻醉，互咱无爱去选，我选虾米人拢同款，我要去选。较早，我户籍伫台中，我伫台南都爱坐高铁去台中，才阁去登票呢。啊，那普通的人即咁爱选，实在免选嘛。啊，甲即嘛，咱来上课以后，咱爱选免选，因为免去选啊。大家拢足清楚啊嘛吼，因会安怎甲你讲？咱卖去算拄啊，拢去国民党提提去。我看咱上课的讲师拢甲大家讲啊，哦，波罗的海的例子啊，可能大家足清楚，我就袂再重述。吼、哦，我即马就是讲，因为高等法院有五个判决，咱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好。第一是什么？台湾的人民无国籍嘛，台湾当然本土当然无国籍。第二是什么？无国籍成立的政府。第二。第三是什么？台湾要活在啊，迄、那个政治的连杠。这个政治的连杠吼，讲较深入一点，就是讲，咱卖去甲伊算啦。你去甲伊算吼，都要去白条延长他的寿命啦。伊对我来讲，你看我们投票率70%几。安尼，就讲伊是合法的啥政府啊？好、哦，伊要用安尼欺骗人啊！啊，这就是咱要受到这个政治的连带。啊，伊佫甲你设一个来算的，拢有甘仔糖好食。什么叫做甘仔糖？对啊，甜头拢有他本钱啦。大家唔知知无？你去算，甲转一个30块，爱互伊呢？你转迄个人呢？迄第一块第30块呢？你甲转一个啊，就是世界啊，无这个代志啦！你算去后安呢？政党票转一个。50块呢，佮分
四年编这个预算好念呢，啊，拄啊好台年呢，去捡到这個，啊，才台年呢，才啊，无到台年就差不多要倒去啊，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甲美国阿讲，秘书长甲美国讲，美国阿还无相信呢。好、哦，伊讲哦，那真的台湾是，赌博国家嘛，这就是在跋筊那是，啊，无法度吼、哦。啊，即嘛就是，予大家真正了解了后，所以因为科批。遐认真，遐积极，不爱开钱，咧替政府省钱，啊，过咧开花税源，真诶观念直直出来。伊讲这个道路不是要给有车子停，画迄个停车格。拢啊爱收钱，使用者付费啊，所以他在台北一直在推这个。他说这样一年下来又可以收三亿啊，人民安怎？当然某些人一定在流氓政府的迄个叫做情况下，因为都有特权，遐人咧袂爽啊。有特权遐个人，啊，街头挑工画到我厝的边啊，啊，就是咧系我停的同款啊。啊，你即马来，你安尼当然有迄个袂爽啊。啊，袂爽，你是占少数嘛？有当时啊，咱讲一个家庭，咱一支手撑出来，手有变长啊无？即五载都无变长嘛，所以。爱做对的事，对大众有利的事，所以大家足欢迎啊！哦，啊，这就是有这个福气。我阁补充柯文哲，伊讲安怎？我有当时也定来爱常用他这一句话啦。伊讲天命、运气，过来是啥物？努力了、哦、天命、运气、努力。啊，哪有这个三个条件呢？拢会成功了。哦，啊，这就是让大家去清楚去了解。后来，啊，咱过来，即卖来看整个咱目前的台湾的。局势的状况是安怎？因为咱是啊，黄民，我甲大家讲，我迄阵啊，细汉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叫阮妈妈叫卡酱，伊拢甲讲呼苗呼苗，甲叫呼苗。啊、我是在日本名叫做胡米希克，啊，胡米希克文彦啦、啊，好、哦、啊，这就是啊，咱迄阵的情形啊，咱是啊，日本啊，应讲是日本籍的台湾人嘛，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美国啊轰炸台湾啊，日本投降，才让因来接管。依照战争法有两个特色，大家思考看嘛。战争法第一个是什么？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美军
他占领了，他就交一个来代理美军来占领，那就是流亡政府在台北嘛。啊，这个流亡政府他都要改变这个主田，他认为你日本战败以后，他们就收服啊台湾，把这个历史国际啊国际法战争法的现实都把它怎么样推翻，都用骗的啦，说十月二十五号是什么？说光复节啦，那个时候那个图面看出来，大家一定有看到嘛，四面国旗有没有？一起来代表盟军接收，接收以后就不走了。四面国旗，一个是什么？英国的国旗，第二个是什么？啊，流亡政府的国旗，第三个是什么？美国国旗，第四个苏联呐。你昨天日本战败嘛，挂四面国旗了。现在有没有啊？光复节？现在没有，对不对？他说克刚微调了。马英九最近几天在讲说有光复节了，你看。这就是啥？拢要骗啦，拢要骗。一个上好骗讲，大家想看卖，四月一号，流亡政府来跟咱教讲，四月一号是什么节？愚人节。啊，讲愚人节嘛吼。咱迄阵啊做细汉的时候，那这里政府咧教咱愚人节，目标是伫带。是安怎？笑咱讲这是对了，伊是甲咱教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因为四月一号是啊，迄个日本啊天皇在台湾实施啊迄个明治宪法，和台湾的人可以选出啊三位参议员到日本开会，啊五位众议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时的跟你摆在日本啊东京的靖国神社有三万九千一百，安尼大家知影无？知影嘛吼？啊，知影，以他要把这段历史全部把你抹黑，说四月一号都是骗人的。公布不算了，所以四月一号所公布的那不算了，安尼也用意伫遮啦，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啊，无那要加工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啊？大家用脑筋，有诶讲用卡达乌想就好啊啦，安尼转去也宣传啊未？所以台湾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是跟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了。他已经啊实施啊皇民化以后，已经完成了啊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用安那战争来替台湾都不可能。美国，我有甲习近平讲，习近平啊，真清楚，因为习近平去美国是迄阵啊是副总书记，迄阵啊唔是正总书记啦，
伊去付个尔，转去啊，甲讲讲个。伊过日本个时，想要去甲天皇买台湾。这江师傅甲恁讲过无？好、哦，无讲到啊，无讲到无要紧啊，我确定啊，再提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伊用买较紧呐，习近平讲用买较紧呐，好、哦，买卖是成立哦，大家知影无？依照战争法，如果啊一打战，人家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你按照用战争都没有办法取得了啊，如果用买卖打契约，同意买卖。是成立的，哦啊，这都大家安尼，大家都清楚啊嘛吼。啊，今嘛要讲到这，因为这块土地是美军打下来的战利品，伊甲咱讲一百年要怎么互咱知影咧？甲今嘛，咱去甲过了后，无法度啊啦，这大家差不多拢知啊啦。所以因的助理国务卿画出来啥？画出来讲要给台湾安怎自治啦？啊，伊这个自治是啥物自治？大家看英文 这是啥物自治？autonomy 啦，一切都是安怎要讲，荷兰自治呢？你们没有主权呐、啊，这个权利啊，这个因为台湾的土地所有权是日本天皇所有了，所以你们可以自治，上面有人的自治了。啊，有影，伊这个伫四月五号丢出来，你看从来唔捌讲到这个代志，报纸唔只会讲什么罕见，对不？以前无讲过嘛，即卖第一摆讲的嘛。啊，第一摆讲的时啊，讲要予咱自治，啊，要予咱自治，真济大学教授啊拢搞不清楚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教授，台大的经济系的教授，甲问啦，讲恁以后恁民政府要行的代去啦，啊，讲美国讲要予恁，要予咱自治，咱要安怎行？啊，我甲讲吼，甲加拿大同款，甲澳洲同款，澳大利亚同款。好、哦，啊，甲这个做纽西兰同款，安那同款，他们是大英国协的国家啦，上面有什么女皇啦、啊？啊，我们变成什么日本联邦嘛，日本国协嘛，日本邦联嘛，啊，上面有什么？天皇嘛，这就是这个情形。安尼大家唔知道清楚无？人家人讲啊，你们要独立哦，是不是？会使讲独立，因为美国说独立就是战争，你要脱离美国嘛，脱离日本嘛，啊，不可以依照国际法。啊，不可以的。所以安尼大家有清楚嘛？吼，吼啊，这个人我足重要的吼，这个人我足重要，伊已经安尼甲咱吼公家的吼，咱要爱看伊的背景。伊哪会伫这个时阵四月七五，咱公布出来。
实际上，伊这个发生是四月初四嘛，吼。啊，那四月初四，那依照咱伊这是美国的时间，那咱这的时间是四月当时，头初三啦，伊讲出来，三月份。台湾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代志无？无奈四月初才把这个代志丢出来，啊无，那无什么代志，伊要丢出这个议题要创什么？大家都爱去想安尼。迄阵啊有什么？太阳花啦！太阳花偌济人行出来？50万人呢？大家唔知怎样无？因为咱家拢足健忘嘞。讲有当时啊，所谓健忘，有诶讲啊，有诶讲啊，那讲船过水无痕。所以大家爱有这个观念吼，啊，了解这个伊发生的时间点，啊，甲当时台湾的状况，伊唔在讲要互咱自治。啊，无伊敢要予你自治？伊咧行啥呢？我的判断吼，伊咧行遮个少年的吼，发出讲咱来公投决定台湾的自决啦，大家来自决。啊，大家呐发出讲好，我们来自决。啊，美国就判收煞咧，啊那判收煞。这块土地都不是您本土台湾人的，您是在这里住民而已，这块土地是住在这里的人的呢，住在这里的，在这里呢，就天皇的啊，怎么可以让您住这里，这样大家清楚了嘛，啊，不然他要画这个要怎么，大家去思考这种这个逻辑思考吼，拢有这个啦。啊，这个有趣味啊无？大家看看，有诶可能较无看到。这都是虾米？啊，大家看，伊这是自由广场吼，啊，这是。6月16号啦，啊，拄啊，金普聪驻美代表对不？啊，这个是啊，马英九的啥？诶，好兄弟嘛吼，啊，就是足好的嘛。伊转去伫伫美国驻美代表待两年哦。已经了解美国的政策啊，足清楚啊嘛。哦，阿华足了解。伊转来干嘛？研究讲啥？据报道吼，刚回国，对马英九提出大船离港论。什么叫做大船离港论？啊，以前做囡仔时，听到讲。大船入港，有听到安尼讲啊无？有嘛吼？啊，什么叫做大船入港？啊，美元的啊，带米粉、带牛奶粉来啊，大家足欢喜啊，是不是安尼？啊，即马讲大船离港啊，要走的都是方面，爱讲有诶讲啊，走去平潭岛啦。哦，平潭岛，中国都同意去那边了，他那边都去设办公室了，各政党的办公室有的都是在那边去设。大家思考看看这个报道，以前有听讲的，举一个手好不好？拢唔知啊啦，所以咱遮拢是戆百姓，无法度啊。
哦，啊，咱好，咱过来看了。啊，马英九政府直直挖过去，啊，中国敢要放手？和你讲啊，你都直直挖过来，我啊，加减和你参加迄个社啊，国际的组织啦，参加你国际活动，有安尼啊无？拢无啦。哦，啊，咱今麦要讲就是讲，讲原因的啦。这个意思大家唔知有清楚，讲原因的到底是原什么因的？阴谋嘛，吼、哦，伊这就是要和你舆论上造成事实，或是说观念上先打这个预防针。啊，把伊要安尼画出来，啊，好，即个联合国即个人甲呛声这里，甲赞助这里，啊，是甲支持这里，啊，好，伊容易取得台湾，收回台湾，安尼唔知清楚无？啊，唔只讲是原因呢，你看，讲伫啊，联合国迄、那个啊，携带附件。宣传，伊有权利来收回这个台湾平湖啦，因有权利哦。啊，咱所了解，即马联合国有110几国啦，有诶小朋友啦，伊若要收买，足简单。讲啊，我你甲我若提案伫联合国提案，啊恁啊100多个国家哪一个同意的？啊，伊单独会讲啊，讲你甲邓一个同意，啊，我甲你盖一条高速公路伫恁国家内底，啊，是我甲你盖一个机场。好人，小国家愿意不愿意啊？一定愿意嘛，以本国的利益嘛。啊，台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是不是？大家拢会等同意？这就是这个状况啊。先去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小国家的。邦交国先去安抚，后来才用利益交换的方式说同意收回台湾。好、哦，阿姨特别用，因为在国际法、战争法，台湾绝对不可能啊被中共收回了。这大家我爱足清楚，足清楚。以前朱镕基当中国的总理的时啦，迄阵啊，面相外派的呢，手提拳头布呢，我有看到迄个电视迄、那个那一幕吼，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哦，提拳头布安尼画出来，迄阵啊，唔知甲你拍飞弹，哦，恁要选民选的总统，迄阵啊，啊，美国就用办法去甲因遮个较高层的人去甲洗脑啊，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希拉蕊，迄阵啊做国务卿的时候，也很强势，说，希拉蕊去很强势，跟中国讲，啊，南海的争端，或是这个啊那个
等于钓鱼台这个争端依照国际法解决。啊，国际法他们就站不上边嘛。那段啊，那个甲午战争啊，你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就不是你的国土嘛，根本什么都站不上边。好，哦，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所以希拉里唔只讲用国际化，即嘛南海也强调用国际化。啊，用国际化，你可底下可能违背这个国际化，在那一边啊，小岛那个做啥？你造岛啊，这东西什么因素？为了要造成事实，这就是讲因弄个原因的啦，要事先继承和世界未反对。啊，有话讲啊，这跟因无关系嘛？较小的国家跟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关系嘛。啊，你利益要兴我，要来甲起一条高速公路啊，起一条高铁。他当然愿意跟你盖章嘛，好，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后来咱过来看，哦，这我都有讲到了吼，啊，我简单举一个例啦吼，啊，好，大家去思考吼。咱啊，厝诶，咱村咱有一个土地吼，窟啦较深，这个窟啦较大较深，啊，一个窟啦较浅，中啊，甲拍通过，啊，水会安怎？对啊，就是浅的，因为浅的老的深的来底嘛。啊，中国伊这较大，伊就算咱较深嘛，较大嘛。啊，咱台湾就一块仔起尔，啊，这个窟啦较浅嘛。啊，那中甲拍一个坑过去，哇！这个较浅的窟啦是打去无水啊，水拢流去啥？这就足简单，啊！马英九因咧执政的时，因拢希望安怎？经过去，经过去啊，设厂，去啊啊，建设，去啊，甲创什么？这就是海事安怎？台湾嘛，台湾即卖的遐济的行业，无法度甲中国去竞争，这拢是一个因素。咱安尼去用这个要做实验，大家去试看嘛，就足清楚。所以讲，咱有偌济人走伫中国啊？啊？哦，一百多万人哦，吼、哦，拢伫遐咧干啥？开销啊！通常在经济学的观念啊，你若底下用一块可以创造五块钱的利润啊，做那个等于是经济的效果啦，一块会变五块的经济效果，所以有的人那咧要求啊。迄、那个，大家马英九那看到外国讲咧分钱啦，咱大家有去领到钱啊无？有啦，大家拢去发到迄个消费券无？有啊无？有啊。嘿吼，嘿发嘿吼，啊，伊的想法讲，啊就。
经济学咧讲啊，一块要创造五块的效率啊，和大家去开吗？有的是安怎？有迄个开就无一定伫台湾咧用啊。伊拢是啥？咱即马吼，有的退休的啦吼，讲半年啊，等下领钱啦，领佫走去中国开啦。半年刚等下一届，等者因啊钱领佫走去中国去，佫住半年才过来领一摆。啊，台湾有没有创造这个经济效果出来？无嘛，有的外国是安尼哦。你退休啊，甲你做啥？你有啊？你啊，这个救济金呐、啊，歹势，未使出国，遐是要互你到国内消费，对国内用。咱吼学一半啦，有诶讲毋是学一半啦，讲伊就是故意诶啦。予恁进去中国，啊去啊去发展因的经济，啊咱这边直直死落，直直死落。你若卖过去，过去遐个人拢有咧趁钱啊，唔才会过去。是毋是？我甲从以前拢留伫台湾咧用，都会创造五倍的效果出来了。因家人走那边去给创造经济效果了，这样看有冤枉了没？这就是要让大家很清楚、这个回国的首相，回国大家知道吗？第二任，迄阵啊，美国有甲秘书长讲，恁台湾民政府、日本的政界，恁几个盖卡有来往。秘书长讲有这个啦，啊，这个较少年啊，啊，佫要一个较老，啊，美国秘书长话你甲讲，啊，美国怎支持这个啦？大家想看卖，咱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哈。美国有伫哩迄阵啊，用这个咱这个汇率啊，叫讲甲咱逼讲台湾一定爱直直升值啦，比25块换1块美金，大家知影这款代志啊？在唔在？哈？唔在哦。迄阵25块换1块呢，原价捌40块呢。迄阵啊，40块换1块呢，到尾直直，予咱先直直去，予伊讲啊，变甲25块外啦，啊换1块啦。迄是啥物意思？安尼恁大家爱去？动脑筋啊！安尼什么意思？因为主要伊就是讲，恁钱予恁大姨，恁爱去甲美国买寡物件来啦，尽量去甲买寡物件。迄阵啊，伫美国有诶，伫美国学校咧教。有的是外头美国学校做老师呢，拢回来较济，回来遮，有的娘娘也讲，我都未输美国啊。教授所领的钱，美国的教授吼，不是领12个月呢，咱遮是咧领13个月外呢，大家唔知了解无？也美国吼。干那上个寒暑假拢扣掉，因结果是有诶领咧9个月尔呢，9个月诶钱，
啊，甲做汇率贬值的钱，啊，有诶讲，啊，都转来台湾，迄阵啊，足侪学者转来伫台湾。你安尼诶，啊，因某仔囝伫美国，啊，都回回咧，佮转去，啊，都甲美国差不多啊咧。好，类似安尼情形，所以足重要就是经济啊，诶，战争啦。美国要支持你，伊要甲你算经济啊，足简单啦。啊，若唔支持你啊，啊，就我甲你直直逼你啊。好，啊，这咱千万要讲，美国甲斗三工。所以日币一直贬值呢，日币贬值的目的地带，咱大家去思考这个代志。咱若要去买日本的物件，就较俗，是不是较俗？对，较俗啊！所以日本的经济直直好起来。啊，这人是美国，啊，无美国，伊有迄个要做啥？迄个要做财经，迄个要做，他们的国家拢有迄个财经会议嘛。啊，这个财经会议，伊就甲你干预啊，讲你袂使阁贬值落去啊。无啊，直直贬值啊。啊，那个秘书长讲，迄阵啊，秘书长啊预测讲会贬值超过100。啊，即卖那是超过，所以讲，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美国那支持你，要甲你斗三工，伊无要甲你干预啦，互你直直贬值啦，互伊靠这个声望，伊要来实施这个自卫权啊解禁啊，靠有会互人迄个同意过。啊，因为因的众议院，因迄阵70%的众议员啊，拢反对讲啊，把这个自卫权啊，解除解禁。因为自卫权是讲人有甲你拍，有甲你侵犯着，你才会使反抗。伊要甲解禁是讲。你无甲我拍，你要来甲我拍，入来我的领空啊，我就甲你拍落来。伊就是要安尼尔啦，这个解禁吼，诶，意思是安尼。啊，因以前才有做众议员啊，讲啊这样的话就会引起日本再引起战争，他们不愿意，他们要和平。70%的这些众议员都反对，啊，反对安怎？好啦，你拢反对解散国会，有啊无？有嘛？伊甲众议院解散，重新改选，到后来选出来90%都支持啊，这个安倍晋三，所以这拢是美国的安排啦。这拢美国的安排，爱让伊强起来，爱让伊到来日本来插台湾的代志，来插南海的代志，安尼我美国唔是较先啦，对唔对？是安尼啊，日本甲咱共面的啊，两个人徛做伙。有诶，不一定讲你是日本人，是毋是安尼？啊，那美国啊，来甲咱徛做伙，咱看起来都很知啊嘛。所以，这就是大家爱注意哦。柯P啊，伫台北市咧做消防演练的时候。我那足奇怪，发现到啥？讲日本国旗也走出来了。讲日本，
派人来家，我看伊讲咧指导啦，还是讲来家咧啊参加考察啦。哎呀，我著看迄电视内底，迄日本机啊个，迄个电视的报道啊，啊，大家去查，因为大家拢有这个要做啊，咱来家读过初级班以后，拢是等于是咱拢是高等教育的人，啊，你有高等教育的人，我讲的代志，恁著上网去查，好、哦。因为我伫遮，我安尼讲吼，我咧伫研究生咧上课的时啊，我哪有这个要求？讲我上课你们都带笔电来，啊，我讲到那个地方你就去上去查，卖讲这个教授讲话出格全破了了，拢无影无一只，我不爱嘛，啊，我是讲我讲到遮恁就落去查，啊，落去查啊，就是。私心嘛，啊，我也爱惜我的羽毛啊！别再讲啊，这个教授我别讲，我不会这样吼、哦。所以爱甲大家讲，这是事实的代志。好，来，咱过来看。那这个诸位前解禁了后，台湾。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可以派兵相救，因为安迄、那个、这个有做，咱有这个安保条约啊。日本甲美国有订一个安保条约，它包括了什么？台湾、澎湖、金门有没有？没有啦，因为金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安尼大家有清楚不？因为金门人拍摄，你要去美国签证的时候，你要写中国，起码就是安尼啊，安尼恁清楚不？美国是足了解足清楚。但是美国都不会跟你讲出来，何难变安呢？真正美国伊拢是模糊啦，伊模糊到啥？伊想要利益啦。好、哦，啊，因早期美国在伫台面上在可能。可能啦吼，流亡政府我甲巴卡足好势啊，吼、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吼、哦，所以因个关系做了足好啊，啊，所以拢啊，因啊，和流亡政府有民主啊，哦，类似安尼啦吼、哦，啊，这都是咱只足辛苦，甲钱啊，要足辛苦。啊、因为安尼，我感谢大家啦，来斗拍拼，安尼对唔对啊？实在足感恩，因为有恁，咱的希望才一定会成功。啊，那无恁吼，像阮这老公阿彪吼，啊，真正是无法度。哦，啊，因为像恁这少年的吼。拼得真长的咧，要为台湾人民服务足久的时间咧。啊，那像阮吼，你都知影，阮的希望是啥？早日把流亡政府赶出去就好啊！啊，其他的都拢恁爱来斗三工啊！后来咱阁看落来，有看到这个报道的牙签一个好不？以前。好、哦，无咧看报纸吼，啊，这有诶，就是安尼。这啥物？啊，原早国防部拢伫咱诶总统府诶后尾门呢，
迄是国防部呢。啊，国防部咧保护啥？总统诶呢？啊，起码甲甩大去，甩大得去啊！啊，这里是国外，就是讲总统府啦。安尼，大家知影，有诶看无？那国外特区是啥？这总统府都在国外特区啦。啊，这所以讲，咱班上这一个有去看到你啊，其他拢唔知影。啊，你呢感想看到这个感想安怎？因就准备要落跑了嘛，因为因安那讲准备落跑，啊那美军礼拜讲啊，马英九啊，迄、那个直升飞机开到总统府那边，讲马英九请下来啊，把坐上直升机一飞起飞，安尼就再见了啦。安尼，大马可是大家知无？菲律宾的总统嘛，我还做贪污的嘛吼。啊安怎？美国讲安怎？会塞直升机来嘛？啊下来讲马可是你来，啊坐上飞机啊，他们政变完成。安尼就是，咱就是讲叫咱。和平转移啦，安尼清楚无？咱的主张是啥？无缝接轨啊，不用啊武力嘛，哈、哦，不用暴力嘛，啊，但是他们的实施的，我们不配合嘛，啊，这就是美国跟咱讲。讲军队部队啊，我们来处理了。啊，这哪一个兑现呢？真正一个兑现呢？一步一步，最近吼、哦，足济咧，咱大大看了，拢咧兑现了。所谓的兑现吼、哦，咱的三军，咱的关三军呢是叫做。总长呢？哦，因呢，迄、那个有做太平洋司令交接的时候，我邀请咱的总长去呢。啊，迄咱内在 AIT 把迄个照片啊丢出来，咱才会知，这就是咧甲咱讲啥。啊，不，咱来拜托咱的啊，同心来给咱放一个，迄、那个叫做啥 ？AIT 啊，家己主动啊，家己主动哦，丢出这个信息啦，你看卖。啊，这个啦。美军指挥官交接我总长出席，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就是伊甲秘书长讲的嘛，美国甲秘书长讲嘛，讲军队我来处理，啊，警察你们去处理。咱的黑熊就是阿伯啊，要来处理警察。啊，这那么美国 AIT 把这个照片丢出来，记者敢会走入去翕？无可能嘛！啊！大家去想看嘛，这有什么信息给大家？大家去思考这个代志啊！
我都我解释是安尼啦。美国告诉我们的，都一步一步慢慢在实现，但是伊还是模糊政策，要来磨合。恁看有诶，看有啦；看无诶，因为咱遮拢戆百姓吼，啊，拢未去足清楚了解咧。啊，即就讲，阮老母老安尼交代啊，囡仔人有耳无嘴，未使乌白讲你啊，啊，唔好插政治啊。就是因为花蝶就在身边嘛，唔才会无去。哦，你讲今啊明，今日讲明仔载都无去，啊，就是。哎，都拢安尼教人教育也无多，啊，这都予大家足清楚嘛吼。后来啊，咱个转来，个转来，过来看咱的吼。咱所准备的资料，你看愈来愈精彩啊！来，搁看这里，这里我是罗素啦，甲头拄啊，和照片看的迄个吼，同款啦，同款人啦，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罗氏他说啊，2015年台湾是重要政治年，哦，重要政治年哦，哦，啊，一个公想不要加，不要加。这股下，美国会等待台湾人民决定啊自己的领导人。咱大家去想看卖，是不是？咱那个想讲，是不是？或者小英？小英是咧算，是咧算什么？流亡政府的总统，你他们那些人啊，要去就职啊，可以到金门马祖了。安尼大家清楚哦，因为他们所指的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民呐、啊。台湾人民就是提有咱这张身份证的人啦。大家也未签到身份证，举手一下好不好？哦，好，谢谢谢谢，爱赶紧哦。这都讲得足清楚啊，以后有提到身份证的。就是战争，咱的领导人啊，林志森，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所以要拜托大家，赶紧甲亲戚朋友拢甲招招的来办身份证。秘书长，我安尼交代，咱啊紧请一张。咱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的同心，有革命先行者的优惠，大家唔知知无？知嘛吼？因为变成咱是算老蚵仔同款啦，吼啊老蚵仔因拢有特别优惠嘛，啊咱也无可行啊。以前你甲咱改啊，咱也是安尼照安尼啊，无可行啊。哦，啊，这就是讲，拜托大家回去，唔知安尼做会到啊未？哦，安尼足感恩啦。哦，大家哦，
紧的甲亲戚朋友拢甲叫叫来办身份证。咱即马足方便，恁住伫倒一个所在，咱拢有这个办事啊，办事的厝吼、哦，办事处啦，吼、哦，还是迄个办公厅啦。啊，唔知大家知影恁的办公厅伫倒，知的举手者好无？好、哦，安尼感谢，安尼大家拢知影，应该无问题吼、哦。啊，就是必须爱赶紧啊，叫大家去办一个啊，拜啊！咱伊唔只讲要给咱只系本啊本土啊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家己来决定咱的领导人嘛。哦，啊，咱去请身份证，都支持嘛。哦，支持嘛，安尼就对我啦。迄出来伊讲规定讲安怎，你知？第一，你爱训练4000个；第二，讲爱安怎？41万分身份证嘛。哎、欸，我想想诶，美国开出来这也毋是无道理哦。41万人认定，就是。起码流氓政府讲要选总统，爱偌济人才会使参选啊？讲爱30万人对无？诶，因拢有一个基数啦。讲唔爱讲凊彩，你若唔是啊迄个党团啦，哦，啊不袂使推荐，袂使讲凊彩阿妈阿哥个人要来出名，讲伊也要来，啊无你就爱。有30万人甲你联署，你才会使来参选。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好、哦，啊，这就是好一个观念吼、哦。所以爱拜托大家，真正爱大家拼一下，吼、哦。啊，来过来，啊，这就讲大船离港啊，因都爱安排下。爱跳船啊！爱办安排，因为伊回来，佮接国安呢，啊，国安会的秘书长了解了后，佮头半年了后，赶紧爱锁开啊！迄阵啊，伊就赶紧锁开啊，因为罗氏。有讲2015年是台湾的什么重要的政治年嘛？啊，所以伊那是爱赶紧安排紧走啊！啊，这都足清楚啊！哦，这也足清楚，好、哦，好、哦、啊，这有咧讲这个问题啦，吼、哦，啊，这摆去，后来佫讲到这里、个。这个是为着安怎？伊是行政院长嘛，为着什么案子下台？什么为着什么案？哈、啊？对啦，伊选举失败，啊，伊讲伊吼命令警察啊驱除啊。太阳花的行政院的啊，所以立法委员加咨询要叫他下台，到尾下台，伊想要去登个台，要登个台大对不？台大的学生囡仔出来安怎反对对不？啊，咱大家想看卖，是安怎台大的学生囡仔？有遐个力量来甲反对，大家想看卖看有大家想法无？好，这拢无问题。我即卖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学校的聘用制度吼，因为大家无清楚啦，即个叫讲啊，学生囡仔呢？反对伊就，因为学
大学的聘用制度的聘书拢发，正常是拢发两年的啦，正常发两年啦。啊，佫有一个规定讲，你若要借调啊，拢借调三年。啊，借调三年哦，你若三年到啊，你若要佫留在公务体系的话，你就爱辞职了嘛，就去做公务体系啊嘛。迄阵啊，七月，伊聘任到啊，迄、那个借调到啊，伊阁留在行政院，所以伊要阁转去啊，要阁转去台大，就是爱阁位头啊，就变成新聘的教员。安尼你唔知台湾安尼有清楚无？等于要阁转去啊嘛。要阁转去，因为你唔是四品的，你爱变新品的，新品的四所遐个人，学生囡仔，阮都买这个老师啊，就有这个影响力啊。要新品的一个老师，啊，你啊旧品的，伊要伊讲啊，我要转来，啊，那个是旧品的，啊，旧品的话就。嘿，无可能，就甲讲学生囡仔反对，啊，你都无甲听。伊个招聘呢，伊就过来啊。所以有一个做甲内政部长啊，到尾来伊讲要转个台，佮要转个台大对无？什么人？李鸿源啊。伊本身时间到啊，三年啊，啊，伊讲伊要阁转去啊，啊，阁转去台大，所以讲迄阵啊，遐呐，伊要转去台大，台大遐学生遐呐反对，伊那是要阁伫台大，这都是一个四聘的制度啦，因为拢两年两年没有犯规，拢没有问题。好、哦、啊，这我好了，因为我足清楚，我本身就是我是市教评委、教评委员啊，院教评委员、校教评委员啊，这我足清楚。啊，以这个时间，咱来看这个时间，三月七日，啊，伊就等于失业啊，你知影？佮当时叫过好头路。大家看卖咧，马英九要叫伊去美国进行一工啦，佫甲请啥？讲总统府的资政，请了啊，讲明仔载你赶紧去美国，啊，明仔载伊就去美国啊，啊，要去美国创啥？伊就是，咱当时去甲告，咱二月二八嘛，去甲告对无？啊，因已经收到法院的通知啊嘛。啊，咱遮外交部部长讲收到讲，看看国家写字数甲退得转来对无？有听你讲啊无？啊，就是。赶紧叫一个去准备打官司啊嘛，啊请律师啊嘛，底下咧做指挥啊嘛，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因为因老爸啊，我咧破病呢，啊我足艰苦呢，但无法度伊就走啊，啊所以，伊出去无偌久，因老爸怎过星期伊个回来，你知影无？这都熟悉啦。哦，这啊，啊，这都是讲因为足紧急的，伊就怎过去啊？什么人去甲送机？咱大家看卖，什么人去甲送机？咱来看什么人去送机？这什么人？
王州兴起什么人？警政厅长。那叫一个警察头子去给他送机。啊？是安怎？大家想看卖，顺利出境嘛？是不是安尼？遐个警察单位人员有闲来讲，啊你，你即马虽然当执政吼，啊有闲啊要搞不清楚，伊讲，哎、欸，你要出境哦，啊你卡棒先来看卖者，关公事包来开，开来看卖咧，会使袂使？啊？会使哩啊？伊即个拢因有法律上赐给他们的海关的这些啊，这个安全人员啊，是这个警政人员，你要出境以前有权利好甲你看你爱资料啊，是毋是安尼？啊，无那爱找一个这个保护，可以安全出去。啊，大家去想看卖就知影啊，到底是？那安尼你白安排，哈？未使看对吧？对啊，哎，迄文件不能公开啊！啊，今日闹咧，嘿，啊，红公开啊，就闹鬼啊！当啊，所以叫一个警察，头子甲带伊出去，去到遐看到警察头子，大家那惊咧。那会讲，你诶，包包摕来看卖者，是毋是安尼？啊，这足清楚。好、哦，啊，这样啊，大家去思考啦，哈、哦。大家过来想看卖，愈来我愈精彩哦。三月，这是三月十三嘛，哈、哦。咱什么时阵伫美国世界记者会？想看卖？三月十二嘛。咱伫华盛顿，这个国际记者会呢，这个人有重要无重要？这个人，伊是众院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啊，罗伊斯是这个带因在众议员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这个人来台湾，无要去听咱的啥，咱的。记者招待会了，照讲因爱留伫美国去听咱的记者招待会才对。伊家移转呐，啊，这就是江宜桦去家遐去触动，啊，叫人讲啊，恁来哦，恁大家都就啊，那么要了解柯P到底是什么人物，啊，那遐厉害，这个。以前啊，唔捌插到政治，一个出来就赢遐济票。哦，这个啊，恁拢来参观。当然，去安尼甲讲咧，啊，你偌济人来拢好啦。大家要去想者，因为时间点甲你的思考都要去考量，那会发生这个代志。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啊，和大家知啊。哦，这也足新鲜。美国国会哦，来问这个柯P啦，你安怎来选赢啦？哦，这个罗伊斯啦，哦，这个。众院，那个啊，
外交委员会召集人。啊，柯P安怎讲？大家思考，你明来解释一下。想想看，柯P有没有被人家捅几刀？有没有？啊？用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头头，就是全国联合总会会计师、全国联合总会的理事长罗斯雷捅柯P MZ149有问题，会计专业人员说你的账有问题，啊，一般的人认为怎么样？那是不是账有问题？最高的理事长就讲了，他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公平，捅人家的都没有事。你是用这个专业去指责人家有问题，那人家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专业不行，一定要下台，这样才对嘛。 要不然他还挺的啊，这会计师这些人啊，真正是台湾没有这个是非的，人家会尊敬你会计师吗？啊，你是总工会的头头，说，哎，柯P，这个账有问题啊，对不对？那你就是因为会计师一条，你讲什么？讲职业道德规范。罗斯德，你就违背你的职业道德规范。人家没有问题，你跟他同有问题。阿柯P，他说要游得比鲨鱼更快，赶快，他所有的开支都贴在墙壁上，是不是被捅一刀，血流出来了？鲨鱼闻到腥味马上来咬了呢，是不是？他把它贴出来，没有事。还有一个案件，哦，真的这个是柯P，真的是被人家钦佩，就人家指责他是什么卖器官呢？有啊无？公一个啊，公一个国外的著名的学者写一本书，里面说柯P卖器官，安尼就死啊嘞！刚讲那本书有啦，啊，但要安怎？那本书伫国外，啊，唔得爱去国外阁寄来，啊，不咧家地伊就免算去啊，当地。哦，真的天佑台湾，国外的这些起码就发达，电脑就发达，把那一本书说两天人家翻好了寄来给柯P了，柯P看看也无啊，哦，啊个说来安怎嘞？赶紧引这律师团呐、啊，赶紧写这个律师的案的文件啊，去给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阁随家回，讲柯P是很了不起的医师啦，无这个卖器官的啦。啊，来这个，啊，无代志。啊，无这拿去
普通人就是啊咧。小英以前叫抹黑，咁今天无法度处理嘛。刘玉如去人，伊去人日记去个改唔对尔，啊，就今天伊无法处理啊，啊，就倒啊。哦，类似这些就是这个情形啦。哦，安尼大家话安尼有清楚无？莫怪柯皮讲天命运气，那么多人在帮助柯皮努力，他努力的，所以大家爱加油。我啊，大家怎样讲，一定大家话足甘心，咱的动心吼，实在咱各所在动心啊，足努力，咱起码弄个啥，弄个出力游行。好啊，出来分传单，哦，安尼啊，我出甘心。好，咱初级班吼，咱的 PowerPoint 都放到家了吼，咱要给人看啊，几个啊影片，给大家知影这里。哦，咱要来看啊，这里啊，叫平潭岛的啦。平潭岛哈的影片哈，给大家知道一下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好，那呢，好，再拜托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让过来看台湾啊，那个受害，我们那个台商受害的情形。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
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我要补充一下哈，我也去过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那个仲裁协会跟北京一个开一个研讨会在北京。我去了，因为我是仲裁人呐、啊，因为仲裁人有的知道就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仲裁人就是简单的讲是民间法官呐、啊。结束以后，我问他们的那个人大会的法院的法官，为什么台湾人去打官司都判输？他告诉我说，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了。啊，你们去看，想一想看，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好，给你们去思考。现在还要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就是我们同心使用这个我们身份证他现身说法。我们这个身份证是100%是正确的，让您回去去介绍哪是跟他说这是100%正确的。好啊，拜托来大家来看一下。李定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我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
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好，安尼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起码要甲大家讲，这个身份证100%，因为咱一挂动心啊，去带去管道，管道什么人咧管？美国咧管对无？伊怎提这个身份证？你讲啊，你甲做一个，当着你人做一个纪念也好，你看甲当因啊。按我咱的动心，确实伫因遐使用过，啊，搁一个你动心用时间关系上，咱伫过去办的时，才过来予大家看，袂紧。啊，主要要提这予大家看，就是要拜托大家，等下做两件代志。第一，介绍靠专业的较少年的来上课啦。第一吼，啊，你看这个以后有法度替咱百姓服务无？啊，若有，你甲介绍乖来上课。第二，就是要拜托大家回去，一定爱鼓吹大家亲戚朋友叫他来办身份证，因为你现在没跟他说，他一定后来就埋怨你说，啊，你好康的都没到小部，哦，啊，你现在跟他说啊，说你不来，哦，还好，你后来啊，哦，你不要怨叹我，我没跟你报，哦，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大家斗阵来打拼，安尼好啊，好啊，好，感恩啊，大家啊，拜托大家啊，认真过去啊打拼啊，过去班呢，大家有兴趣过来啊，无啊，哦，啊，足感恩啊，咱过去班的时阵啊，啊，再过啊来见面啊，感恩大家，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咱今仔日到各家啊，做一个结束啊，多谢大家啊，再见。